最近零花钱又不赶趟了，是该向老婆伸手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打我一下，我要是喊疼，我给你2000；我要是没喊疼，你给我1000就行。就想套路我，我才不敢。没有，这次绝对没有套路，你玩不玩吧？你就。那我可真打哈，你到时候可不能赖皮啊。绝对不会赖皮。如果说是打残了、打废了，你也必须得给我钱。行，那就没毛病。打哪？打这儿。你说的哈啊，我可真打哈。你真打就是。姐啊！不行，再打一次。我不玩了。不行，这次你要是不喊疼，我给你5000，手你随便动，行吧？你说的啊。你敢不敢玩？行，来再打一次。3、2。